我係 Angela， 嚟自馬來西亞，今年22歲。講咧出社身，感覺俾人都唔係咁好啊，自己覺得點？我自己覺得 OK 嘅，因為我本社身都係嚇比較微啊，比較甜美嘅風格，所以我覺得都係健康嘅。因為我覺得好多人都著性感啊，咁我呢個夢幻啲比較特別咯。但係你喺馬來西亞過嚟啦，係咪都想去香港發展咧？其實係啊。係啊，因為而家都有啲電影同廣告咧，跟住又幫我傾住嘅。我希望以後啦，都有多啲機會可以係嚟香港，就係都可以就係拍戲啊，好似周迅啊，我都覺得可以以佢為我嘅榜樣，因為我都好中意佢。